你上个月在干嘛？给我出去罚站！你这是哪里都可以睡哦，你。哟，早安。这个就是这个 MV 的幕后，然后这支 MV 特别一点了，因为这支 MV 终于不是我亲手在那边导、亲手在那边编、亲手在那边拍了，这个是已经是别的团队拍了。因为之前上一个105度啊，如果你们还没有看的，可以过去看。那一个 MV 花了我前后半年，过我就知道现在的我可能就不太方便前面后面跑到弯了。然后这个 MV 呢，除了我以外呢，还有两位很重要的这个演员，第一个就是 Alan， Good morning。 然后还有一个他准备要戴口罩，第二个他来不及戴。还有一个就是 Steffi， 怎么啊？为什么啊？这样，他是美的耶。他要戴口罩，因为他害羞。不是，主要是早上我脸真的是特别肿。说好，我们现在就很愉快的一路加过去那个拍摄场地。这次是因为伟西拜托我们帮他完成这个 MV， 然后你们观众就会好奇为什么这个 MV 会上到我频道，因为呢，伟西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平台去放这个 MV， 如果他放他自己新的那个 YouTube 平台的话，可能那个曝光没有这样多，就是一个好的作品得不到太多人的欣赏，就会有一点可惜。我们现在快去拍戏先就对了。哎，我们看到维西啊 ，Morning 维西，哟，早安维西，看你好像没有洗到头发这样，没有啦，一直甩着去。嗨，我们的导演，嗨 Vince， 导演好，导演好，所以我们在那里集合先。我一下，啊，导演不知道，我来帮他吧。早安，早安，我们这边休息啊。耶、yeah, 啊！我还没有吃啊，终于可以吃了耶！ Yeah, 哇，打包了好多这个汉堡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餐，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客室，然后我们在这边休息，很多灵眼，很多幕后。现在维西狗狗，你看亲力亲为啊，来到这边分衣给我们的帅帅的灵眼。罗板卷，你不是做音乐的吗？为什么突然间来分衣啊？做音乐养不活自己。看到吗？我的领带都绑好了，这个是我这个问题学生的这个造型是吧？天生的，自然的。然后是中学的时候，我也是一个问题学生，因为一直逃学。OK， 来，我们首先来问看，为什么你会写这一首歌？有什么东西启发你写这一首歌？其实这首歌是写给我 band 的主唱，这首歌我是想要表达，世界上很多人的资质可能天生不是那么好，可是只要他们够善良的话，他们一样是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。然后其实我觉得桑丁力很适合这个角色啦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很多黑皮，然后他私底下其实他人真的是很仁义的人来的，很有礼貌的人，然后是善良的人。嗯，就可能会很多那种网络的方式，就会很容易把人黑化。人红是非多，对，是非不多代表不红。所以这首歌从编词全部都是后制，都是你一个人做到完。词曲、编曲跟 mix 啦，然后但是还有很多部分，就是乐器那些部分呢、啊，是我的 band 一起完成。然后这个歌你是用了，你是两年前就想拍好了，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拖到现在才拍。对，这首歌已经做好两年多了。有什么原因会让你想要把这个MV 放在我的平台上面？因为我觉得很适合，完美。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除了你以外的 YouTuber， 可能其他 YouTuber 必须比较去演这个角色，我就做自己。你天生就是这个角色的。OK， 好，这样我们期待一下这个 MV 的拍摄。然后我们的老师还在那边化妆，看到吗？那个老师穿黄衣了啊，那个老师比我还年轻，我比老师还老。然后 Alan 也在化妆，他是老师，我是老司机 ，LSJ。OK， 化妆先。妈的 ，Alan 整脸就是那种好学生、学霸那一种，我就是那种乖懒囝在那边嘎嘎噪噪这样子。好肉。现在我教你这个坏学生很好，然后我要快点去坐下我的车，把你要拜拜。来 ，three, two, one, action。现在没有在演戏啊，干嘛这个人在睡觉？是真的睡着了，我是傻的。你这是哪里都可以睡哦，你昨天一整天没有睡来。有晚上睡，过后半夜醒到现在。上天，我路上在聊天，上天。
脸痛吗？啊，差不多憋掉了，被丢一直丢一直丢。是你的学生怎样？我的学生有点顽皮，在丢东西。来看。林尚进你在做什么？给我出去罚站！林尚进你在做什么？给我出去罚站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午餐，大家又坐在一起吃。过后他就准备好那个 guard 的衣服给我，等下就要换那个 guard 的衣服。拍第二个场景。对，我们这边呢，这个课室的部分完了，我们就跟 Alan 还有 Steffi 现在过去第二个 location 那边继续拍。Alan 整个很像一个高材生样，然后考试全部拿 A 90分了，所以你看，有校花喜欢。对吧，它有点搭肩，好像有一点松，又大又短。他又不用拿手一点给我，算了，我是一个没有代表你换衣的 security guard， 买了一件就是这件。我们就到了这个第二个拍摄场景，然后 Steffi 在这边，然后她男朋友在这边化妆去了。嗨，这个大家应该问他是谁了，他是演李宗伟的那个小孩子，现在已经变大孩子了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JL 黄伟杰。follow 我的 IG， OK， 去 follow 他 IG。他现在有想要做 YouTube， 但是梦想开始。对，我可能先自己学习一下。可以，先学习了再出来。对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化妆一下，过等一下再看怎样拍啦。然后你看我的衣服，啊，爽了啊！我们就在等导演 set up 一下，每次 set up 都要隔差不多20分钟。等完裙晒该买完了，我们再去拍。然后期间我们就吹风，给我的汗干。演一些无所事事的画面，有几无聊就几无聊，工作很无聊，人生无目标。我们的救星啊，谢谢你维西，谢谢维西。你看 Steffi 几开心，他的指甲崩掉，他在那边剪。拍谁啊？在中场。爱美到死。就是我怕割到了。哦，安全的。剪。安全 purpose。等下要看破红尘，你是要长笑？上次要塞衣，我要塞衣啊。你老公被抢走了哦！好假呀，佢哋。那边都有，那边都汉杰，汉杰来探班了。祝汉杰生日快乐！大家可以在是啊，过后啊，因为我没有影片上了，我也没有content了，我就随便拍了。今天我做Mr. Gun。鞋子是你啊，你啊。鞋子自己，像你，我做了。我们的汉杰打包这样好喝的水罐，他就要走了。谢谢你，汉杰乖。谢谢，今天是他生日，汉杰生日快乐！网友可以在底下留言祝他生日快乐，他会收到你们的祝福，会活得更快乐、更开心。过了两三个月啊。提早9个月祝你生日快乐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Steffi， 如果你遇到真的抢匪怎么办？我教你，拿卸妆，错，拿卸妆油出来洗你的脸，然后他就吓跑了。洗啊，他更辣。哇，老公厉害，还帮你救回来。我要改造你啊，改造不成哦，晒恩爱哦，现在。
看极爽他的脸，安爽那个，别懂那种，这对情侣别懂。没有人帮我吹，我只好自己吹自己。可是我们两个有啊。谢谢你在乎我。在乎。这里呢，我的部分 rap 了，不过 Steffi 跟 Alan 呢还没有 rap， 等下今晚他们慢慢拍。然后今晚呢，我跟 Steffi 都会去这个 Charles 的 Light Bar 那一边，因为 Charles 弟庆祝三周年，在他的那个酒吧。这个 vlog 本来应该现在 end 了，但是就不要给他 end 先，再去拍多一点点，给你看今晚我们的所谓的夜生活怎样过，今晚会精彩一点点，就拖多一下啦，给这个 vlog 长一点。然后当然也会补上 Steffi 跟 Alan 等下在室内拍的一些画面。然后我现在回去休息先，然后今晚有一点精神再拍 Light Bar 庆。做到几疯狂给你们看。哇 ，Cody， 上一次看你驾跑车，今天又驾跑车，最近这架不是我的车。最近混得不错啊！来哦，我们到了这个 Charles 的三年 anniversary， 哇，他们的这个舞台打到很美啊，很多气球。Yo Charles， 恭喜三年！哎，这个你叫我买给你啊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给那个阿强啊。哦，阿强啊，是。这是我，我叫你买给我。OK 吗？哇哦，这个等下可以拍啊。啊，等下可以拍啊。对，不缺啊，不缺啊，一千一。不缺啊，不缺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恭喜三周年，很棒啊！所以你们喜欢的可以过来多多来，不中的来吧 ，JB 的来吧，就会常常遇到我们。明年了，有 sticker 吗？还没有，明年不可以进去。怎样年？怎样年？那里有的年。姐姐，给我一个 sticker。哦 ，Hi， sorry， 我念你的手机好吗？手机不太热。要掉啊！不要掉啊！这个粘在手机上还是粘在那里？因为手机我们觉得比较安全。啊 ，OK， 好。何冰，秋文的弟弟，走。他有钱老板。哎，林总。我们今天来是希望大家support我们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么变成是我们，我们叫配合，我们叫配合。